我们现在来到三大名园兼六园，这是日本的名园，听得懂吗？六园。金德金六元，然后这边蛮大的，然后而且很多观光客，不知道为什么。然后晚上有秋季的什么祭典？也不算是祭典啦，就晚上开放秋天观赏。秋天观赏，然后晚上好像会打灯，怕点会。晚上会打灯，可是就其实在这边拍拍散散步都还不错，而且如果对的时间来就有对的事情，其实像枫叶没有全开而已，所以真的很可惜，所以真的很多观光客已经慢慢放黄了，放红真的。哎，等一下我们要去吃金德冰，我们现在在日本啊，不是帝都。好，先这样。用三楼。